大家好，我是 Trisha， 欢迎收听安博足球快讯。据每日纪录报报道，利物浦将会同费伦天拿中场岩拉巴特达成协议，而利物浦即将要签入这位球员。据报道指出，利物浦即将完成对岩拉巴特的签约，整个夏天都传紧这位摩洛哥中场球员将会转会到英超球队。曼联同利物浦被认为是最有可能签入他的球队，但利物浦主帅高普似乎已经抢先一步，利物浦即将完成这一笔转会。意大利媒体的报道亦都指岩拉巴特已经接受了转会到利物浦的邀请。喜欢这条片的话，就记得给 like 和要 subscribe 我们的 channel， 再 share 给你的朋友仔看。那我们下条片再见，拜拜。